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八章，正侠发难。墨家的四门弟子之外，还有一个虎门，全部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读书识,识字，但又必须收留的特异人物组成。这些人不列为墨家的正式弟子，但却必须接受墨家严酷的训练。人人都有精湛的剑术和搏击术。 这些虎门弟子是神农大山的险道关隘与墨家总院的主要防护力量，实际上就是墨家的一支私家武装。所有这些弟子，包括虎门非正式弟子，都没有身份上的尊卑之分，但却有极为严格的法纪服从，互称兄弟姐妹，而不失令行禁止。 这种独有的爱心与理想，独有的平等精神与结构风貌，极大地凝聚着、激励着所有的墨家弟子。他们热爱墨家，为了墨家的信念与理想，人人都准备随时献身。时人评说：“墨家子弟皆能赴汤蹈刃，死不选种，这种献身精神是天下所有学派都望尘莫及的。在墨家弟子中， 玄奇是子门的唯一女弟子。玄奇的父亲和秦国的绝大多数青壮年一样，死在了年年都有的战场上；母亲也和绝大多数秦国女子一样，不到三十岁就累死在桑麻田中。从三岁开始，玄奇就跟着大父在王屋山中的鬼门山庄生活，但是鬼谷子一门从来不收女弟子。 玄奇六岁时，爷爷跋山涉水，将他送到了神农大山的墨家门下。爷爷说，墨家最适合将人锤炼得自立于天地之间，且墨家又有卯门少年院，生活起居上也不用担心。那时候，老墨子秃头上的一圈白发已经霜雪一般，没有人能够说清他的年岁。念及和爷爷的忘年之交。 老墨子才破例收了这个秀丽聪明的小女孩。在墨家的十二年中，玄奇显示出非凡的天赋与刻苦勤奋，对墨家经典、各种技能以及兵学剑术均有上乘的修习造诣，仿佛墨家的一切都天生的与他的好恶相合，竟使他孜孜不倦，如鱼得水。 他的天赋与品性，深为老墨子所欣赏，破例将他排列在子门，成为墨家年轻一代的重要人物。先行到达的墨家四大弟子是秦古离、向力琴、邓灵子、苦惑。墨家事务由这四人主持，已经有了十余年的时间。见玄奇匆匆进来，苦惑笑道：“小师妹。” 就等你了，快坐。玄奇答应一声，坐在了最末位的石墩上。三位师弟，玄奇师妹，今日有要事相商。首席弟子秦古离已经五十余岁，睿智威严，素来不苟言笑，此刻肃然道：“三月之前，秦国在渭水草滩行杀七百庶民。” 今日焦明从秦国飞回，带来的消息是：秦国又在渭水斩决十二名族长和梅县县令赵亢。这是天下进入战国以来最大数量的暴政杀人。主行杀人者是秦国的左庶长卫鞅，此人号称变法强国，实则蒙蔽国君赢渠梁，推行霸道暴政。此等震惊天下之大事，发生在墨家眼前。 诸位以为该当如何处置？邓灵子性急，不待秦古离话音落点，已经面色通红，一口楚语短促尖锐。以变法之名行杀人之实，当是暴政无疑，暴政必杀了。此乃墨家救世之准绳，不用商议，立即派虎门剑士诛杀未央。莫急。 宽厚稳健的向里勤悠然一笑。墨家尚同，要同就要义，不义如何得同？当初三家分晋后，魏国理亏，率先变法，也有弊端，杀了不少人。然毕竟是强了国，富了民，给天下带来了极大变化。也就是从那以后。 老师决议对列国变法取审慎对策，不轻易将变法杀人做暴政对待。为此，我墨家多年不出山行作。金未央在秦国变法本是好事，第一次杀了七百人，我墨家也没有轻率出动，而是派了十余名精干弟子去细致打探。这次送回的消息。 非但又杀害十三族长，而且还有一个县令赵抗。这赵抗乃秦国云阳名士，其兄赵良是稷下学宫唯一的秦国世子。赵氏兄弟素有贤名，民间口碑极好。杀得此人，足以证明未央变法大有暴虐邪恶处。上次所杀七百余人的详情，苦获师弟。 你尽细说说。苦货嘴唇后阔，永远拧着眉头，似乎总是在愁苦的思虑。未央第一次杀的七百人，有三百一十三人，乃孟西白三族之庶民与戎狄移民；二百一十六人，乃三族利民；一百零一人，乃国中皮民。 四十人乃游侠剑士，三十三人乃各族族长，二十一人乃族中巫师，共杀七百二十四人，确为滥使行杀，震惊天下。这次又杀了秦国名士赵抗和秦耕不辍的白氏族长。此等暴政酷吏，即获变法成功，也是涂炭生民，用庶民鲜血浇灌一级工业。 必须给予严厉惩戒，否则墨家之兼爱天下就是空谈。苦货一字一板的说来，肃杀痛心，场中一阵沉默。秦古离点点头，问：“玄奇师妹，你对秦国甚为熟悉，有何见地？”玄奇师妹，如何，病了？ 向礼琴关切问道：“玄奇面色苍白，愣怔着不说话。见向礼琴发问，猛然惊醒过来，脱口道：‘不会，绝不会如此！他如何能行暴政？定然错也。’玄奇师妹，你说如何？谁出错了？”秦古离正色问，玄奇默然了。 他知道墨家子弟探视的传统和法纪，那是绝对不允许出错的。可是说秦孝公推行残害民众的暴政，他是决然不会相信的。秦孝公是国君，未央变法如果滥杀无辜，他岂能不知？知道了又岂能允许？如果他知道，而且也不反对，那就一定另有隐情。然则。 墨家探视子弟带回的消息，证据确凿，他能说什么？将近一年，他一直在齐国，对秦国的情况确实不甚了了，能仅仅用自己的信任推翻探视子弟的证据吗？自然不能。然则，秦孝公与未央是暴君酷吏吗？绝不可能。一时间，玄奇心乱如麻，强自震惊道。 玄奇以为，秦国行杀之事定然另有隐情，尚需再查，不宜轻动，请四位师兄详查。秦谷离道：“玄奇师妹，是否暴政？墨家素来看事实，你所言隐情乃是一种臆测，如何能改变核查过的事实？”邓灵子瑞声道。 玄奇师妹，是否你自己心中有隐情？秦国目下是任何人都敢杀，连巫师游侠都杀，更可恨者，连最穷苦的利农都杀。墨家兼爱天下，如果不为庶民苦难伸张正义，我墨家有何面目对着正侠二字？墨家向来不徇私情，师妹当自省才是啦。邓灵子。 且莫如此讲话，向礼琴平静的笑笑。要上同，必有争议。玄奇师妹纵有私心，也不至于为暴政张目，无非要查清楚罢了。现既已查清，玄奇师妹也会和我们一样的。苦货硬邦邦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当尽快动手，灭暴政气焰，为怨民张目。” 玄奇急得面色通红。不然，若诸位师兄皆持此论，玄奇提请老师定夺。四人一怔，一时沉默无言。墨家事务多年来已经由四大弟子处置，事后只对老墨子禀报结果。但老墨子当初交出权力的时候立下定规：一。 子门首席弟子秦谷离只是主掌事务，不称巨子。墨家巨子仍然是他本人。二，参与议事的任何一人若对决策提出异议，必须禀报他裁定。也就是说，子门弟子们对大事的意见只要一致，就可以不经过墨子；意见不一致，则必须经过老墨子。多年以来，第一次出现此等情况。 四大弟子不禁惊讶，沉默。秦古离沉吟有请道：“好，就交由巨子定夺。日暮之后，上同方会合。二”二老墨子愤怒了。神农大山中的秋日忒短，晌午饭刚过一个时辰，茫茫山林就暗淡下来。 墨家讲究节用苦修，即或财货富有，也生活的异常简朴。墨子和子弟们一样，一天只吃两顿饭，第一顿叫早饭，在早晨的晨时，日头爬上山顶的晨练之后；第二顿叫晌午饭，在未时，太阳西斜之际。晚上叫喝汤，不算作正餐。 只供给耕田、采药、习武和执私防卫的虎门弟子。有大的全体性行动时，则所有人都有碗汤。目下正常时日，玄奇没有必要喝汤。太阳落下西山之后，便向总院城堡最深处的上同方而来。上同方在山根，是老墨子会见弟子、议论大事的山洞。所谓上同。 就是崇尚统一，建筑实际就是追求统一，这是墨子的十大主张之一。用之于山洞命名，寓意着这座山洞是弟子与老师达到同一主张，从而统一行动的地方。随着老墨子年高隐退，墨家弟子们已经很少在上同方议事了。玄奇在神农大山十二年，只在这里和老师见过三次。 当然，他作为老墨子晚年唯一的亲授弟子，一年中总能见到老师几次。但在这里和老师见面，与在书房和老师见面大不相同。在书房解惑，老师是一个慈祥的老人；但在上同方议事，老师就变成了尖刚严厉的巨子。每逢在上同方议事，玄奇便忐忑不安，觉得这里最缺少墨家的亲和。 连老师在内，每个人都冷冰冰的。将近山洞，他又一次心跳起来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但一想到老师的明锐、深邃和博大胸怀，又一下子坦然起来，步子也不觉轻快了。上桐方原先是个滴水的岩洞，墨家建成，那些通晓百工的弟子们在墨子指导下。 将这座阴暗潮湿的滴水洞进行了大改造，非但神奇地解决了滴水，而且凿出了几条通向山体外的风洞光窗，干爽山风浩浩涌入，日间还可以照到一两个时辰的阳光。数年之后，这座山洞变成了干燥舒适的一个所在。最奇妙的是，这座山洞流进来的风中充满了浓郁的绿树山花的清新香味儿。 竟是山中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的，谁走进这里都要情不自禁地做一番深深的吐纳。为了这个奇妙的好处，四大弟子一致认为应该将老师的书房建在此处，有利于老师延年益寿。老墨子却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夫兼爱天下，岂能独享上天所赐？”于是这座山洞做了上同方，平日里谁都可以来。 身体衰弱的弟子还可以搬到上同方隔开的小间里养息。此刻，执事子弟已经将石墩在洞口的岩石平台上摆好。按照墨家的节用规矩，凡有山月便不可掌灯。今夜秋月高悬，明城清澈，自然变成了月下议事。玄奇第一个到来，他看了看石墩位置，便将一个自己带来的棉垫儿。 铺在了老师的石墩上，正在收拾的少年执事弟子笑道：“玄奇姐姐，我知道你会带来的。我等要铺上熊皮垫儿，老师准定要骂要扔。只要你铺上，老师皱皱眉头也就做了。真没法演。”玄奇笑道：“老师年高，石墩冰凉，略微衬衬最好。熊皮太烧，老师上健忘，做不得。这个棉垫儿。” 干脆留下，我不参加议事时，你就给老师垫上。少年高兴道：“好也，听玄奇姐姐的，我去请老师啦。”便一溜小跑走了。离上同芳一箭之地的一座小竹楼里，一个老人正凝望着天上的月亮沉思，一动不动，仿佛伫立在那里的一座铜像。良久。 老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老师，师兄师姐已经到了上同方。少年弟子跑来，轻声禀报：“知道了。”老人转过身来，走。老师，请穿上这双布履，很软的。少年蹲下来为老人穿鞋，忒烦。 老夫一生打赤脚，小子不晓得。老人笑骂：“玄奇姐姐说，秋霜冰冷，脚下要暖和一些。”又是玄奇姐姐，小妮子，难道老夫秃顶也要戴上棉冠不成？走也休要啰嗦。老人一边笑骂一边下楼，竹梯竟然毫无声息。 下的竹楼，老人赤脚走在石板道上，脑后一圈长长的白发衬着红亮的秃顶，大袖飘飘，步履轻快，没有丝毫的老态。这个老人就是名震天下的墨子。春秋以来，有两个名声若日月的子，使天下人扑朔迷离，一个是鬼谷子，另一个就是这个墨子。 所谓扑朔迷离，一是没有人能够确切的说清他们是何方人士；二是谁也不知晓他们活了多的年岁；三是他们都有天下人所不能理解的诸多特立独行处，多被人骂为践行乖僻。先说这一，鬼谷子生身生,生地虽然朦胧，毕竟还限定在中原哪一国的争论上。 这墨子不然，尽管有人说他是宋国人，在宋国做过大夫；也有人说他是鲁国人，在鲁国儒家求学多年。但更多的人认为他根本不是华夏子民，而是来自西方异国的怪人。甚或有人说，墨子根本就是天外来客，因为他生得与中原人迥然有异，高鼻深目，身材高大却又略有佝偻。 天生秃顶，一生赤脚。儒家的孟子最恨墨子，一骂他无父，二骂他摩顶放踵立天下。无父是骂墨子生身不明，终身无家，自己无生父，也不做人生父。摩顶放踵立天下，骂的是这个秃顶没有别的本事，就是凭着一副异象与一身苦行。 施小惠于天下，言外之意是骂墨子没有正经的救世主张。首座弟子秦古离气愤孟子刻薄，请老师自陈身世以正视听。墨子大笑，圣人以言行立于天下，吾生于何方与大道何干？竟是不予理睬。后来，墨子无意中对苦货说了一句。 吾乃北方之鄙人也，只此一句，言犹未尽，却不再说了。究竟是北方何地何国，戎狄、匈奴还是华夏，谁也不知道。再说这二，鬼谷子与墨子都在春秋中后期和战国初期有频繁作为，谁也说不清他们活了多大年岁。鬼谷子的知名弟子。 主要在战国初中期，还可以大体上说个八九不离十。墨子则几乎无从说起。他在儒家与孔子的孙子子思同门修习，不满儒家的迂阔复古，与儒家子弟们激烈论战，使孔门三营三虚名声大振。旋即自创墨家学派，长期在列国奔走推行。 这该当是春秋中后期的事儿，到战国初期已经有将近百年，墨家已经是天下显学了。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八章，郑侠发难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